Hello， 大家好，今天哦，我又来跟大家开箱 Nespresso 的原厂的胶囊了。那距离我上一次买原厂的胶囊，然后跟大家分享，其实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嘛，好像是去年的事了。那今年呢，我想说，因为其实我家里的胶囊喝的差不多了，这一次纯粹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买的一个这一季的特别版。哦，这一季的特别版，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喝咖啡的人，也许你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有一些广告早就已经对你投放过这一个产品，就是Nespresso 他们这一次出的意大利主题的胶囊。那我这次买的呢，是他们新出的两款，应该是有限时然后有限量的版本，就是一个是北意大利风味跟南意大利风味嘛，吼。那实际上呢，我也还没有看过它里面的铝壳长是怎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拿出来的时候，我拿到这两个都是金色的，比较浅的。我这一次呢，特别喜欢它的包装的设计。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一个封面，它是一个女生在操作烘豆机，然后如果大家有看到她的广告的话，会看到这一幕，就是有点类似一个观光客跑去烘豆子的工厂去参观还是怎样之类的啦。哦，就是那一幕的一个手绘风格的一个，应该是用照片去转的啦。好，那之外呢，我这次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包装设计。哦，它从里面这边。这边有一个花朵那样的花朵啊，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的那种文章的那种风格的设计，在包含它的这个纸袋，这次的纸袋它也是做这个主题的设计。这边呢是这个 Nespresso 它的 logo 嘛，然后这边它写的是一个那个不会念啦，好不好？我没有那么厉害。反正这边的红色就是代表着我们刚刚讲到的南意大利风味，就是拿坡里的这个城市主题的。它用红色的方式来表达，然后这边有它城市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一个景色。哦，比较特别的是这边有一个可可豆。哦，这是代表着它的南意风味呢，它是属于比较偏可可调性的。然后翻过来这一边呢，这边是金色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北意。那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的北意大利风味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就是威尼斯和米兰这两个城市。然后这一次它是使用威尼斯的一个形象啊，这边是威尼斯的那个水都的那种桥的感觉。那这边呢有两根麦穗，就是代表着北意，它是比较清爽，但是带有一点谷物的那种感觉哦。其实这一次的包装设计真的是非常对我的胃口，因为它就是整个呈现出很有意大利的那种感觉，就是一般一个观光客对意大利的认知啦，我相信意大利人的自我认知可能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好，那现在回到胶囊的这个本体，这一次呢，我是特别去买它的两条两条，这样加起来刚好四条的版本，所以才会有一个这种外壳。那如果你是直接到他们专柜上去买一条一条的话，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把它拆开，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长怎样。其实我也很期待啊。拆开之后呢，我先拆的这一个是红色的，红色这样拆开哦，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漂亮。其实我有喜欢 Nespresso 原厂胶囊的一点，就是我真的觉得它的胶囊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对，我先拆一个红色的出来，然后拆一个金色的出来。这两个其实看上去呢，它的颜色跟它外包装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主要还是因为它印刷的物品上的这个材质，它的饱和度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它还要兼具这个壳是直接接触到食品的，所以它用的涂料会跟印刷在外盒的涂料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颜色上绝对是可以让你很清楚的去分辨啦。那我会放两张，放两张那个特写的图给大家看。好，那现在呢，我就直接来操作，我想要喝看看。我先把胶囊机拿出来。好，那
Nespresso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其实它的预热的速度非常的快，大概15到20秒之间、哦、我去拿个杯子然后装个水，其实它就已经热机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用它的原因啦、啊、那我现在先来喝一个比较清爽口感的金色的胶囊试看看。好，直接让它跑、哦、我今天喝小杯的。然后我们一边喝一边来读一下它背面给我们的一些标示。好，我先把它排出。它这个金色的呢，就是比较清爽口感的，是说它经过了长时间的慢火终身烘焙，然后它说它会有果香、花香跟一些谷物跟焦糖的气息，强度是8吼。如果大家有常在喝胶囊的话，应该都能读懂它的强度，从1到8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这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等一下跟大家讲。嗯，这个我喝起来的口感，它是有一开始因为可能是因为喝到 crema 的感觉，我觉得它有那种奶油的一个滑顺的感觉，然后喝起来的感觉，我认为这个算是比较偏向，你如果在台湾可能是偏向终身烘焙的 espresso、哦、就是有点像我店里在供应的这个 espresso， 在台湾这样的口感其实算是比较强烈的。那我相信在全世界欧洲啊，你们要喝到它的 espresso， 如果是传统的咖啡店的话，应该是会比这个还要稍微强烈一点点。这个是我觉得这一颗算是非常非常顺口的，你会喝到有一点点的苦的感觉，可是它几乎不会是让你皱眉头的那种苦。那我相信等一下那一颗可能会是苦味会比较明显一点。我先跑一段水，让它里面的通道都清洁干净。好，接下来呢，我先漱个口，因为喝 espresso 这种东西，它口感很强烈，所以一定要漱口，你才能分辨出两杯你在喝什么、啊。好，接下来吼，红色这一颗。这一颗的代表城市是拿坡里，是在意大利比较偏南边的一个城市，就是披萨的很有名的披萨的那个地方啦。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丢进去，做下一杯。拿坡里它这边呢显示的描述是说，他们以这一款最醇厚强劲的咖啡向意大利咖啡之都的精湛烘焙工艺致敬，然后长时间重度烘焙，让你的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极致的醇厚绵密口感，而且底蕴迷人的浓烈咖啡。好，然后这边就是要讲一下，如果你看到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型的连锁公司跟你讲说它的这个豆子的口感非常的强烈跟醇厚，其实你大概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好不好？一般来说，我们台湾人觉得是终身烘焙的咖啡豆，其实可能在一些比较传统的美国的咖啡厅或者是欧洲的咖啡厅，他们可能都会觉得那个是浅烘焙啦，浅烘焙或是中烘焙。所以如果是Nespresso 它是欧洲的公司嘛，它跟你说这个东西是深烘焙，那真的就是很深的、哦、就是这个概念有一点类似，就是台南人跟你说这个东西很甜。来喝一下，这 crema 好厚、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哦、大概有1公分厚、哦、嗯，我刚刚是放对嘛哦，红色的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苦，它是有它有很强烈的感觉，可是喝下去我不会有觉得是苦的感觉啦。嗯，第二口的话会比较有苦的感觉，但是其实第一口喝下去是一种很绵密的那个感觉。我知道一定是因为我有喝到大量的 crema，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很绵密的在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然后
巧克力的风味，我之前有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过哦。巧克力的风味，有时候我们会跟烘焙过后的那个焦糖色素，还有那个苦感的风味去搞混，所以大部分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巧克力的风味，这个是一定的哦。所以这种烘比较深的 espresso 通常就是带有最明显的风味，就是巧克力的感觉。那有时候选用的豆子不同啊，你会喝到一种比较可能偏向香料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啦哈。这个意式的拿坡里风味它的强度是 13， 我觉得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强度13应该是我看过他们最强烈口感的一个。因为 Nespresso 当初出来的时候，它的分量它的那个强度的数据标示通常是1到10，那这一次特别标出了一个13，表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强烈的。其实这个的苦的味道真的就是带有一点点，但是没有到真的很苦。整体喝下去，我觉得它有一种还蛮强烈的感觉。那早上喝一杯，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感觉啦。但是如果你期待这一颗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水果的香味，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大部分都是被可可味、焦糖的味道还有那个苦味给盖过去。那大部分的状况之下，喝 espresso 我真的是不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喝出它的什么花香味跟水果味，除非你用非常特殊的豆子嘛，比如说就是纯伊索比亚的豆子，那出来的柑橘的调性会比较强烈。那如果是用伊索比亚的水洗的豆子，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花香味，但是一烘身，这个味道几乎很难察觉啦，一般人不太可能会发现的。那这一次呢，因为红色的这一颗胶囊，口感我真的觉得还算不错，就是比较符合我的那种喝的感觉，所以我想要用它来做一杯冰的拿铁，小杯的拿铁就好了。我现在去准备一下。好，然后一般我在家里喝也是这样，我都会用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杯子，然后直接装两颗冰块放进去。这边特别讲一下，我的冰块是自己用制冰盒做的，然后冰箱的温度我调低一点，所以我可以用比较少的冰块，因为它融得比较慢。那如果你是用那种制冰机的冰块啊，它温度大概都是在零下1-2度这样，其实它融的速度会比较快，就需要多一点的冰块。那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做冰块的方式啦，包含我店里的，我也是把它储藏在比较低温的状况之下，所以我可以用2-3颗冰块就出一杯冰美式、冰拿铁这样子。好，我们先把冰的咖啡的部分做好了齁，然后我自己在喝冰拿铁哦，我不会说一定要搅拌哦，因为我真的有点懒惰，所以我自己在做我自己要喝的冰拿铁，我就是都这样。做好浓缩之后，然后把牛奶拿高一点倒下去，让它自己搅拌就好了。对，这个是我自己喝的方式啦。对，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呢，我就不会买 Nespresso， 我可能会在家里自己用手摇磨豆机，磨完之后可能会用我的手压的那个 Espresso 的机器，像那个 Starresso 这种东西做一杯拿铁，然后满身大汗这样。对，但是有鉴于我一直以来的主张，就是说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用时间去换，因为省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玩更多的游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直接来喝看看哦。嗯，我觉得红色这一颗真的哦，加牛奶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对，就是当然你不要加一大杯啦，又不是在喝牛奶，你是在喝一杯咖啡的饮品，而不是要喝一杯牛奶加一点点咖啡。所以我觉得在制作拿铁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不管你是要做什么挂耳包啊，还是冲咖啡，我觉得适量的比例是很重要的。不要说咖啡豆很贵，你就大概20公克去冲个2公升，好不好？这样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就是浪费咖啡豆跟材料而已。那这个呢，我觉得用适量的牛奶去添加，然后我觉得喝起来的口感，你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焦糖的味道，然后可可的味道会稍微明显一点，因为有一点点的苦味被
那个牛奶给中和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到那个比较像你在吃巧克力的时候那个香气哦，不是纯粹的苦味而已。对，我觉得我、哦、这个其实比很多咖啡店的拿铁还好喝哎、哦，我真的觉得还不错。我觉得 Nespresso 这次出的两个口味哈、哦，其实单喝浓缩咖啡的时候，这一个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合大众的，就是它口感不会太强，但是它也不会有酸的程度。那如果说你今天喜欢喝拿铁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应该是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要拿去加牛奶，或者是稍微稀释一下，变成一杯稍微有分量一点的咖啡的话，我认为这个红色的这个拿破里风味真的算是不错哦。那好，今天的开箱大概就是这样哦，算不算开箱啦？就是帮大家喝一下新的东西，然后拍拍影片赚一点广告费，然后补贴一下我的咖啡钱，这样就好了、哦、那接下来如果有什么新的产品，如果我 有办法的话，如果我有刚好拿 Nespresso 来店里的话，再帮大家做更多的它的不同的口味的影片、哦、今天影片到这边，然后这个蛮好喝的、哦、如果 有办法的话，你去百货公司看到专柜、哦、如果你不是脸皮那么薄的话，你可以跑去试喝看看，他们的那个专柜人员其实都非常乐意帮你做一杯这样子的咖啡给你试喝啦、哦、所以就不要不好意思，反正喝那个又不用钱、哦、你不一定要跟他买东西，你可以试喝完试喝就走了、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